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新出的 CPB 的粉霜，看带光吧，天哪，好美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打开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还要了它的小药，回去给大家做一下测评。哇，旋转都在发光。多少钱？哇塞，这价格好刺激啊！小药，我要到了。给大家回去做测评。我现在手上涂了一部分，我感觉滋润度很好，然后感觉凉，有点凉凉的。他说带有护肤，但能不能感觉到这一块发亮亮的那个，就是我感觉遮瑕度好像不是太油，起码我手上那个青筋遮不住，但是滋润度好像不错，感觉。